绩，因为这场现场两位我们老师是冠军选手，然后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场来为大家来制作来带来他的一个表演。好，那么好不想多了，哇，那等于说我们今天三份作品全部都是要经过后山给到我们各位朋友的。我们老师呢，做这个行业呢，已经学习到现在12年的时间啊，12年的青春来运用在这一样的事业上。朋友们，接下来将会是给到我们这位女士哈。每个女生都爱美，但是每个图案也衬托着美的一个因素。所以朋友们都请到最后可以来到我们现场，这个是国家的专属展台EZB024，也是我们老师在现场来制作我们第二份作品给到我们现场的一位幸运女士。然后当然还有我们最后一个作品来给到我们现场的哪一位呢？这幸运来宾是谁呢？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可以看到各位，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可以举手，但如果说有声音的话更好。好，我听到这个声音，好，没问题。第三位就是给您了，好吗？不要，就是需要有热情。当然，我现在如果说您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一定不要错过，将每天早上上午10点、下午2点和3点，都会有我们老师在现场为您带来那套作品来给到我们现场朋友们。听到我现在，我就来到我们现场，这里是EZB024维康乃专属展台，等待您到来。哇，这个看到是海马，可以完成，这里是海马，哇，真的是超级厉害啊！当然，我们现在朋友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镜头，我们也是在全场直播，我们老师在制作全过程。好。